词真的很好听呢。对啊，毕竟这是我们本土最亲切的语言呢、啊。没错没错，每天早上见到邻居一句高炸立刻就展开美好的一天。所以啊，台语也能展现美的一部分呢、啊。阿帅来下面见喽。这帮在边要做点咩？阿弟那会这喊吧，我看麦啊。我唔知，我也唔知咧。好，去问老师啦。好啦好啦，等一下来去问。先介绍啊，欢迎二校周玉成所带来的钢琴表演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